今日接下落嚟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嘅音樂啦。上去嘅，點解呢？因為呢原本我今天其實準備了很多慢的歌，咁咧我嗰邊有一位朋友咧，亦都係賣衫啦，賣一啲 iPhone case 嘅朋友阿 Jack 咧，就話唔好啦，你唱啲快歌啦，咁我就頭先就嗱嗱臨係咯，好似揀啲快歌好啲，咁啊不過咧接下落嚟都係慢歌嚟嘅。鋪了咁耐，其實我是想接下來都是唱一首自己準備了的慢歌啦。呢首歌叫《忽然之間》。在伤痛
自己，你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时候怀念你？我明白台风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伤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是真的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来珍惜的回忆，没有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是真的停摆，就算是像尘埃，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是真之間，咁咧嚟緊都係係啦，因為都話準備咗好多晚歌，包括自己嘅呢一首原創歌曲叫做《發燒》，咁希望大家中意。怎么先可以退烧？
傻傻地觉得高烧也不紧要，求听到你心跳。咁啊，講到我自己嘅原創音樂咧，咁除咗今年一月份都有推出嘅一首骨妹嘅電影片尾曲《告別昨天》之外咧，咁其實真係正正式式嘅新歌咧，都差唔多有一年冇推出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個好消息啦，對於我自己嚟講係一個非常好嘅消息，就係嚟緊五月中咧，我哋嘅點解講用咗我哋添係啦，咁係真係我哋嘅，因為上年嘅年中我離開咗舊公司之後，咁啊自己依家做同三個好志同道合嘅朋友，我哋就開始咗做我嘅獨立音樂，咁啊亦都希望可以玩音樂玩得更純粹，同埋可以做自己中意嘅音樂，咁我覺得。首先自己要喜歡了自己的音樂，才可以將這一份感覺去感染給身邊不同的人的。那我自己都很期待這個新歌發布的一天，希望大家也密切留意啦。哇，是不是以為有新歌聽呢？其實是沒有的因為都是很想留下一個驚喜呢，就是可以是希望大家聽到呢隻歌是全新的、最新鮮的，咁我哋都係留翻五月中先聽啦。咁繼續帶嚟一首自己好中意嘅英文歌，叫做《This Love》。To let it go free, and this love came back to me.
Oh.
什么真伪，什么是是非，都似是而非。最后开始的是这罪，我陶醉，所醉都没有所谓，看不到明月，只看到滋味，只看到角色，看不到绝对。最后开始的是这罪，我陶醉。自己嘅原創歌，呢首係上年所推出嘅歌，係啦，咁啊都再宣傳多一次啦，我嘅新歌嚟緊五月中就會推出噶啦，咁呢隻歌我唔敢話好好聽，不過我自己好中意，係啦，咁係啦，咁希望大家到時都可以感受到我想傳達嘅一個關於自由嘅信息啦，係啦係啦，講翻我依家想唱。这首歌都是自己的歌，叫做《老地方》。
謝多謝。搞到我昏咗下心添，因為後面有兩個好好熱情嘅觀眾。多謝走音添，最後附上一個走音俾大家。另外想講咩咧？啊，係啊，我好想講咧，個聲好好啊，係啊，多謝你哋，越嚟越好啊啲聲。我記得上一次我喺你哋周末衣廚喺旺角嗰度，哇，好正啊，好正，多謝。我記得上次已經有讚過咧，周末衣廚啲音響係好好嘅。怪唔得啊！俾我咁少錢啊，原來花曬喺音樂度。咁我覺得值得嘅，係咪？能夠令到在座每一個觀眾啦，或者每一個攤主、每一個表演者咧，都可以享有到非常好嘅設備。係啊，所以其實我本身係準備四隻歌啊，我見到咁好咧，臨場加碼唱多隻自己歌先。好啊，多謝曬，希望下次繼續再嚟玩啦，多謝曬。